Hello， 大家好。那今天我要来为各位介绍超硬的 PVC 立体三通啊。那当然，这个三通不止三通啊，我们有各种规格啊，有三通、四通、五通、六通啊，还有两通都有啊。那基本上这个规格是25mm 的啊。那25mm 的这个管子哈，啊，这种管子跟我们国内的蓝牙的六分管相差1mm啊，所以目前以下我介绍这个接头啊，跟台湾蓝牙的这个26mm 是不相符合的啊，你一定要买这个25mm 的这个六分管啊。那这个管子是进口的啊，不是台湾的哈。啊，那至于我们的这个接头有哪几款啊？在我桌上，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我们先照一下我们这一个看板好了，哈，啊，超硬的哈，这很硬哈。然后25mm 的立体三通，2、3、4、5、6啊，六通哈都有哈。那我们逐一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哈。我们先从这个来讲好了啊，这个就是堵头啊，这个不叫堵头，这个应该叫做管帽。那管帽一般来讲，我们做一些立体的东西的时候，塞在末端当这个角，你要做一个框架的时候，这个可以当角做。那如果说一个水路的配件的话，这是当末端嘛，堵起来。这个就是这两个就是两通，这是直的，这个是有带牙的，这是六分牙。六分牙的话，这个地方可以跟台湾的这个花接头刚好可以衔接所以我们如果六分的管路配过来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跟这一套25mm 的做一个对接的动作好，那这个就是两端都是没有牙的就是直接头因为有时候呢，你的管子有长度的限制嘛，或是你想要加长因为我们目前我们进的这个管子都是只有1公尺长而已的所以说你如果不够长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这个直接头来做衔接这样子做衔接当然这个接好以后，你还是要上这个塑胶这个胶合剂才会比较紧好，就是直接头当然这个内牙直接头就是无牙的直接头好，那这一个呢是弯头弯头当然90度弯头嘛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这个有进了一些是45度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造型譬如说一些倾斜的屋顶啊什么之类的造型所以我们有可能会用到这个45度的那当然这边这个就是三通嘛大家都看得到 T 字型的三通这种国内的话三通也经常看到了比较常看到这个就是四通那四通这个在国内就很罕见了几乎没有人在生产四通那它四个方向都是相通的这个都是相通的这个是叫做平面四通这平面三通那三通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立体型的三通这个也都是互通的互通都没有间隔的都直接可以互通的那这一个也是这个也是四通本来这三通再多一孔变四通嘛所以这四个方向都是相通的那除了这个三通四通这个还这个叫做五通五通因为你如果要做组合柜的时候组合的一个架子的时候这个五通应该会用得上了
那甚至你会用得到六通，这个又更复杂了，这六通，六个方向你都可以衔接水管，而且这个管路是相通的，这一点是很重要。为什么要强调这是相通的呢？因为我想给各位来比较，我们来比较这两款的这个立体三通好了，这个是不相通的，各位有没有看到中间一个小洞，这边你看这边完全堵塞，这边也完全堵塞，所以这个是不互通的，那你如果要互通水路的话一定要采用这种，那这个也是25mm 的，这25mm 的，这两者都一样，都25mm， 所以你要接蓝牙水管是接不上的，不管是个这个叫做 PP 材质的立体三通，PP 的话它的特性是它比较软一点，而手就捏得动，这样这个的话捏不动的，有点像塑钢的感觉，这是 PVCU 的这个的材质，这个是捏得动的，那同样的这个立体三通，这个的耐久性比这个高出很多，这个的话用久了会比较容易这个碎裂，这个比较不会，当然一分钱一分货，这个价格还会再往上高一些些，因为它比较耐用，它相对它的价格也稍微高一点，那这一款四通也是一样，这四通也是，你看这个都没有相通，这都没有相通，这个就都有相通，这个四通，那事实上这个这种 PVC 的三通立体三通或四通或者这些的话，事实上也有其他颜色的，不过目前最大宗的还是以这个白色为主，当然它也有做灰色的，也有做蓝色的了，那目前我们主要就是采用这个白色的，尤其是在做水耕的话，很多人都采用这种白色的管子，那当然你可能需要配水啊什么，用这些这个相关的配件来配，会方便许多，那刚才我有提到这个25mm 的六分管嘛，这25mm 的六分管目前我们进的这个说是一公尺长的，一公尺长，那这一公尺长的话，有时候我想应该有时候也不符合实际的需求了，那如果有需要更长的，那就是用这个去做衔接，那当然你如果说数量真的比较大，当然就可以做这个专案处理，那也是没有问题的啦，当然不过因为这个因为毕竟进口的东西，可能太长的话要这个空运可能也是有问题的，我想在两公尺以内应该是 OK 的了，那目前还是以这个一公尺的一个为主这样子，我想一公尺的话再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什么层架啦，这个自己的一个组合架，应该我觉得应该是绰绰有余啦，好，那今天就是为各位来介绍这个立体这个两通三通四通五通六通都有，那也许各位还没有看过这个东西，那其实有了这个东西你可以这个发挥你的创意去创造出很多的一个设计，那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谢谢各位，拜拜。